今天还是打算做一个三明治，然后打一个草莓牛奶。我感觉天气暖和了以后，就开始想吃冷的东西了。今天下午有好多事，所以我得赶快吃完早饭出门。 这样子随便炒一下，做成那种滑蛋的感觉，这样夹在面包里应该也挺好吃的，我觉得。不过还可以啦。 这个是我之前买的一瓶蘑菇酱，然后我觉得它就是每次放在三明治里还挺好吃的，就会比较香一点。 最近吃的那个火腿都是这个牌子，它是减盐的，就不会这么咸。 草莓看起来真是让人无比的幸福。为什么有这么可爱的树？差不多了。 颜色好好看哦，这个是巧克力谷。 蘑菇酱放在里面真是好好吃哦。
每次这些海绵蛋都要用水弄湿才可以上粉底，不然就会特别特别的浮粉，而且会起皮。今天用这个，因为比较就是素一点。那条裙子就是这样宽松的，还蛮舒服的。然后下面其实我想穿球鞋，但我今天不能穿球鞋，然后背这个 Marie Marco 的斜挎包。这个里面还蛮能装的，我一些重要的东西基本上都放在这边，但是我今天还得拎一个帆布包，因为我要带的东西太多了。那个空调太冷了，所以我刚刚赶快回去抓了一件风衣，我担心等会去室内会特别的冷。点了一份这个，这个是一个很日常的颜色，名字已经被我磨没了，因为我一直带那个包包袋子。我是过来买这个杯子，这两个买哪个？拜拜。哦，我的脚被磨烂了，因为我今天忘记穿袜子，痛。我刚刚路过一家花店，买了几支玫瑰，我想挂在我们家那个墙上，可以做干花。在 Pinterest 上面看到，就是他们用这些干花来装饰墙，我觉得超好看，所以打算也来试一下，不知道会不会成功。我觉得好像效果还不错耶。
马上出去上课了，然后给大家迅速的分享一下我今天买的，一个是这个 Aesop 的洗手液，我真的很喜欢它的味道，然后那一瓶用完了，现在是又买了一瓶新的，然后这个的面霜我也用完了，入了一瓶，还有一个这个居家裤，然后 Mary Merkle 的这个帆布包和杯子，太热了，然后我就换了一身这个，穿了一个这种有点丝质的这个半袖衬衫，然后配了一条这样子的条纹阔腿裤，还有一双运动鞋，帆布袋。拿到笔试信，四月份考试。餐厅，打算来打一个番茄汁喝。喝番茄汁可以美白，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好好喝。刚刚把我冰箱里的那几个百香果全部掏了出来，然后因为我这周末正好跟我朋友一起去爬山，我想做一小罐儿然后送给他，所以清洁的话只能用盐把他身上搓一搓。添加一层蜂蜜。这样子冻两三天就可以密封起来，正好我等爬山的那天给他，就正好是这个时间。
一会儿出门买点东西，然后准备下午的事情。然后我现在在家等奎尼过来，等会儿我们一起出去。今天穿了一个 Mary Michael 的这个黑白格的外套，里面穿了一个打底衫，然后一条这样的白色的阔腿裤，但它不是拖地的那条。我还没有想好穿什么鞋，反正还在等他。但上面基本上就是这样。在想要不要戴个耳环之类的，这个怎么样？或者白的？我现在就听到外面风各种乱吹，前两天还热的都要开空调，今天又特别冷，很奇怪的天气。我有葡萄汁吗？对。要不要看我从这个袋子里把那个掏出来的感觉？找一个人这样，这样。We'll push and pull. We will call this place our home. We'll tell our stories on these walls. Every year, measure how tall.你自己在这磨会儿皮啊！Tell our stories on these walls. Let the years we're here be kind, let our hearts like doors open wide, settle our bones. Over time, give us breath.我就打算把冰箱里，哎呦妈呀！我就打算把冰箱里剩的一些菜呀，还有一些什么肉的，全放一起炒一炒，炒个饭。豆角，搞一下焯个水吃。因为我刚刚想到我其他东西都是丁，所以我就把牛肉也切成了小块。
就是十几块。这个是我最近炒菜啊炒面一直会喜欢用的一个酱，是那个他们的那边一种黄豆酱，最后加这个极品，极品中的极品。正好哎，现在来煮一个水果红茶，哇，漂亮的吗？前做的那瓶百香果给拿出来，哇，特别香呢。这个是我刚刚打印出来的照片。
是我这周穿的衣服，等会儿我还得打印组吃的呀什么。这个是下一批的图，我比较喜欢把图片这样子横向竖向排满，这样子剩下的这一些还可以继续打印，就不用一次性打满 A4 纸，也很方便，然后又不会浪费。这样我已经把照片都剪下来了，但是现在我就是这些自己做的菜啊什么的，我就不往这本手账上贴了，因为我新开了一本这种叫食味手账，就是自己做的吃的的手账，然后里面就是贴一下它的照片和一些配料，就一些可能我需要稍微记一下配料加点什么的东西，我会记在这个上面。这次视频里面出现的几套衣服里面，大部分的单品都是由 Marie Michael 赞助的。这几张穿搭照片，我打算就用在他们店里拿的这个宣传单的里面的几种这种插页，我觉得特别好看，可以做背景啊或者拼贴之类的。这也要好看，怎么办？因为有的时候现在觉得本子上贴太多照片了之后有点浪费它本子本身的纸，所以我现在很多时候贴照片都喜欢这样子加一个夹页，这样子把照片贴在这个上面，这样能翻，这底下还可以继续写字。Marie Michael 这一系列的衣服的主题就是 Bored by Nature， 就是鼓励大家要表达自我，然后也给予自己认可自己的勇气，这样子。所以它的一些印花设计也是非常的大胆，就比如说这件衣服上的印花，还有我袖子上这件印花，还有这一件衣服上的黑白方格，都是比较简约大气的这个印花设计。Marie Michael 是一个芬兰的品牌，所以它的设计也是会有一定的那种北欧的非常简约高级的风格，但是它和一般的北欧品牌不一样，因为它用那个印花呀，用色彩非常的大胆而且鲜亮，就不像那种性冷淡的风格。像那件樱大的罂粟花就是一个他们比较经典的图案。现在这几件衣服在他们的天猫店也有贩售，还挺不错耶，这边是黄色，翻过来是红色，现在就是这样，这张照片贴在这里。现在就做了这些，这里写了点字，然后这里也写上，然后这边我想等回来再写，我现在想先去吃饭。为了还是 Marie Michael 的这个包包，
今天特别想要吃海鲜的意面，所以就来这家店。走完了，我打算重新再读一下这本书，和之前的书加了些新的感觉。Trophy isn't a real love, and with all